现在都已经5:30了，什么单都没有接到，就连楼下CityLink都没有了，真的有一点惨。好，傻师傅长包。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平常我都是这样子弄的，不用束带。用弹簧绳，然后呢，我的里面有这个Uber的小袋，这很方便。这是我刚拿下来的，这个本来是要拿来放行车记录器的，但真的是有点懒。很便宜，不到1000块，然后就可以上线准备接单咯。这是我的测速器， iPhone 也可以用，神盾测速照相。司机会来这里，然后对面还有韩国味，不过今天没有开。这附近也会有其他的单会召唤你，不过比较少，我大部分都是接老先觉。那我不推荐大家来这边等，因为火锅会等很久，一单大概都要等个5到10分钟吧。我是因为真的都没有，现在都已经5:30了，什么单都没有接到，就连楼下CityLink都没有，真的有一点惨。我就在等10分钟，但没有的话我就要往市区里等。真的夸张，等了1个小时了。看到对面有同事，2台车，3个包，有单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因为等一下要保密客人的资讯，所以是黑画面。你好，傻师傅长包。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重点是要完成配送，我就完成这个单了。然后你可以看看你我刚刚那一趟赚了56块钱，今天只完成一趟行程，没错，很可怜，钱很难赚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餐。
张单来了。AFC。没错，有时候就是要这样。而且他住在五楼。你好，稍等嘛。谢谢。最后再滑移配送就完成了。OK， 好的，现在公车要没电了。